好，同学们，下面说一下我们 Blackpink Lisa Intentions 第三节课的分解动作。好，首先上节课我们停在这里，一、二，我们停在五这个地方了啊，再来一遍，五、六、七、八 ，Open your chest， 看着你的手 ，and 向下按掌。好，这是 and 一个 tiny shake， 是吧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啊，继续向右转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继续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我们下面详细说一下这两个八拍啊。首先我们从五开始说，一、二，然后身体向后回，然后又向前探，双手摊开，哎，像那个 shrug 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摊开，然后向前，哎，三、四，这时候注意向你的右边，然后右手在耳朵后边，左手放松放在胯前就可以了，然后右腿先走，五、六、七。这个地方它其实用到的是我们 upper body 的 body wave， 哎，用到的是 body wave， 看一下啊，再来一遍，三次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，然后第最后八的时候拍你的前面的左脚，然后把你的小腿啊收回去勾脚，然后手是我们这个这个手，所以啊你这个手请把它放到你这个 pocket 裤兜这个位置，一个 diagonal 的斜线给我，好，这七八走，一二的时候我要看到一个头有个 delay， 好吧，所以就是屁股先走， belly 走， chest 走，然后头最后走， OK， 然后你的右手感觉是把你的脸抹过来，把你的脸转过来的样子啊，右手，喂，好吗？对，来点好，六七八，一二，撤左脚向后摊手，三四，然后上左脚，五六七 skate， 八七八是 skate， 好，我们这三拍说一下比较快，好，首先chest 向左边，然后右手起向上提，然后 elbow 向右走， and switch 一样的动作，身体向右，然后手向左，最后第三个动作是 skate， 我们学过的啊，然后上左脚，然后手从前面滑过去，拖 slide 你的右脚， OK， 学会了吗？我们第二个八拍再来一遍啊，第二个八拍，五六七八走，一